紧急状况，母乳告诉我说，今天查德哥不在办公室。哎，真真，真真，你看起来很有空哎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拍春游？我是可以趁着查德哥不在的时候出门的吗？你没有啊，你还是在工作啊。我不算翘班，不算啊，出事你扛。说是母乳扛，是母乳的企划。然后我会说，我不知道。真真是你的好朋友，你想不想嘛？想不想利用这个机会带他出去？我就问你嘛。好，今天的计划就是我跟真真还有母乳一起去春游 ，Go Go！ 我们第一站，我们想去吃公司附近的克美多，太贵，我自己是吃不起啦。Lucy 呢？我也是不行。我们就是有公费 ，OK？ 有，现在在拍片，我们现在在工作时间。哎，享用公费，就是不想要拍台女了。我回去。拍。好大啊，红豆吐司。果然是少女会喜欢的。哇酷哇酷，哇酷哇酷。谢谢。要多久？我就问要多久。摄影机先吃啊。哎，我的来了，走开。是先吃 cream pie， 很滑顺，红豆在上面跳 breaking。好吃吗？好吃，这个很好吃哎。它的面包是那种比较干，然后烤的酥脆的那种，但是它里面又很软，这很强哎。对啊，好蜂蜜，很蜂蜜，它像小熊维尼。这个不能被搬到 B 站，禁止搬运。它真的少一点什么味？感觉重物上要加那个研磨胡椒。有肉胡椒罐，你家没有？Costco 就这么大罐呢？我的大三，合同，他最爱吃小黄瓜了，我帮你浇水。你是在那边洗头还是？哎，洗头？我们单位洗头吗？你不是说会带我去做五星级 SPA 吗？我没有，只要我手术。但我们需要漂漂亮亮的啊，我们代表台学门面，总不能就这样子邋邋遢遢的出去吧？你看真真，倒杯。我昨天没洗头。没洗头？你真的没洗头？闻闻看有没有臭臭。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钱，你们已经点了700块，那你的自己付，我们就有钱。我现在吃完了，付钱喽，女人。哎，我们统编是可以录的吗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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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贵宾狗，为什么咬着？哎，咬着。啊，突然在尿尿，跑一跑，然后急刹在尿尿。你觉得它尿尿可爱，还是叼着球可爱？我觉得你可爱。我在这边尿尿给你看啦！不要不要！救命啊！阻止这个女人。好像一颗龟头哈。哎，欸，你咋听到了？顺便。天冷。C 桃木，你好，我们想要，欸，洗头。对。我们是男生哎。啊哦，这样。还有曼都。哦，曼都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还有一家。那个这个闽南式油的米露装。对。对，春游卡关中，该不会今天连头发都洗不到吧？还是我们去塔罗占卜？我要马上看到哎，怎么会有啊？可以吗？你们要从那个信封改成，你念出这个字，我就让你进去。好，刚刚那句话，刚刚那句话，他怎么？神秘的店要小小声，会写真实年龄，对不对？马上就不行，光疗是有在做的吗？对啊，光疗是什么？然后去帮大家做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能量调整，这样子。哇，上班族压力很大，他们就会做光疗，然后来让自己放松。哎，我不需要幸福企业。我们公司一个很棒的幸福企业。我不需要啊，我只是要问事而已。很棒。那你今天想要问什么？想要知道怎么样的路线比较适合我未来的工作发展，很紧张。对呀，搞得我也紧张。然后他跟我说：“哎，你不适合，哎，我直接我要原地崩溃，我立刻要嘶吼，我要拿原地拿手机出来拍，我把事情闹大。”其实一直以来在人群里面都是还蛮亮眼的人，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就被看见，而是你超级努力才被看见的。
别人不会知道你的心路历程，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被多少人取笑过，还会被别人唱衰过，可是你在这些路上你还是不断的坚持你的梦想，歌唱也还 OK 啊，你的声音有人喜欢听你的奇妙的声音，对，给你建议，谢谢，这是我未来的锦囊，就是送你们祝福卡，大声念出你的卡，我值得拥有我想要实践的美好，因为我是光，所以我荣耀这个世界。好适合你哦！耶，舒服小卡，下一站要去洗珍珍三天的头。对，哎，法去，我们现在找到一家了。哇哇，没有什么事是比用公费洗头更赞的事了。哎 ，Lucy， 来帮他塑形，不需要热身。我会不会？等一下，突然开始那个开那个杨丞琳。哎呦，因为我要进。请问的是小蓝，暴走族哎，我刚刚都没开麦哎，完蛋了！不是你拍片不是没有对焦，就是没有开麦，完了。而且今天没有加奈，可以让你高级。空杯拿赛，让我拍下面。阿黑，啥？你们第一次日本人第一次体验，你有什么感想？This is who this? This is who? 这个几分？打几分？100分。100分。谢谢你喜欢台湾。谢谢。推荐大家来吗？推荐，我下次带海伦来这。啊，可以。最近海伦有洗过这种头。我真的会被赶出去。你不会对焦，看人就想揍。对了哈。哇。蓬松，快点，快来，快点过来照。蓬松，顺畅无比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台湾灯会迎台北。我们准备要进展区了。你要去哪一区展？我要去 AV 女优展。是说，借机对啊，开始跑步。哎、欸，怎么没东西？哎、欸，骑骑脚踏车，刷枪，用力发电。我们现在要成为光能使者 ，Lucy 要冲了，好，糟糕了，哇，这里好米花，会有雾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 ，Lucy 快要曝光了，脱裤子，哎、欸，这神奇宝贝的音乐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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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然后叮，我猜没有人知道你在唱什么。你觉得如果8个人一起踩会怎么样？哎，快点啦！变雷耶！等一下，好厉害！不要吵！突然变工作人员在帮我们拿相机。耶！啊，好累，好累啊！我不行了。我觉得我们想要先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，进广告。哎，卖什么？卖什么啦？卖什么？喂，公差小了啦！你直接公差小了，你关啦！你关这个啦，公差小啦，这个公差小了啦！哎，公差小了！哎，蛋姐，靠背！无啊，连这是靠背，关我屁事哦！关你屁事哦！赶紧关啦！有代志拢变啊，白相传的啦！啊，相背哦，全家暴啦！关我屁事哦！哎，这个咋啦？光屁股，这个小，这个动作也袂歹哦。啊，老大啊，这个无叫啊。阿门住正正家啦，伊即爿讲第一啊。那你是家呢？伊等于新地啊。啊，台北人连大家都跑去哪里了？牌友不在，不能打牌吗？牌友宅神爷就对了。现在点开宅神爷，还有揪牌咖功能，可以线上邀请好友开桌。只要点开麻将高级区的揪牌咖，就可以快速开桌，传连接给亲朋好友，不用聚在一起也能快乐打牌。而且想打多大底台都可以自由设定，还帮你算台留记录，顶顶西完全免费，不用金币也能玩。而且用宅神爷就不怕有人出老千喽，赶快下载！赶紧下载啦，下载！哎、欸，嘉明也一起来玩！哎、欸，我也要啦，也要哎、欸，管你闭嘴啦！真的是靠背，好糜烂哦，这里。对啊，是不是就很适合喝醉？不要两个人。好浪费哦。哎，所以那个兔
的灯笼也在这吗？对啊，在这附近。好兴奋啊！我要看一个超强的黑龙在哪里。它应该会放在民众组吧？欸、好赞哦、喔，好赞哦、喔！那个台湾黑熊的头被削一刀，然后上面有东西在转，好爱哦、喔，好可爱哦、喔，脑袋开花，会吹喇叭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黑龙舟哎，黑龙舟。身为甘比亚在台湾的 YouTuber， 这才不是黑龙写的啦，这是小珍写的，小珍的，这是小珍做的吧？台湾的黑龙给我刮好笑，你干脆给我，你干脆给我刮号烧头算了，笨的，他假等，假等。你们要不要打给黑龙，跟他说你们有？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哎，阿力正，阿力正，看看我们在哪里。尬笑，元宵节快乐！好啦，拜拜，拜拜。大概在这一区的某个地方 ，Lucy 要寻找他的梦寐以求的灯笼、欸。是这个吗？怎么了？没有主兔兔哦，撤掉了啦。为什么新闻出来？因为观感不佳被撤掉。啊！但是主兔兔啊。这个锅里面本来有一只兔子，这个好可爱，哎，好可爱哦！等一下哦，有，好可爱，兔子，星系名体，台湾灯会，而且这个台是简体的，台巡的台都是繁体的，大家要欺负小卡，直接拿，谢谢。我画了一个迪克菲斯猫，然后我看一下迪克菲斯猫。迪克菲斯，那你们选大家请认明迪克菲斯猫。Okay. 我看一下，希望 Lucy 2023年赚大钱，希望 Lucy 的粉丝们自体健，身体健，希望2023年愿望会成真。我们挂完这个去看主灯。好，对啊，他眨眼，他有他有脸。我们用一个奇怪的角度看到我们的主灯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帮我拿着。弥勒佛。怎样？真真喜欢今天的走春吗？跳班走春。那如果以后有人不知道要干嘛的话，可以学我们的行程。对，但我们上片的时候灯会已经结束。不知道要干嘛的话，欢迎赞助我们，我们教你出去玩。哦，可以，很会。怎么出去玩系列？对，直接 call 真露 CP。OK， 好。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以前影片看100遍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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